大家好，我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国青年倡议人印堂少女303希林娜依高。2020年是我非常重要的起点，通过努力，我和队友们有了更大的舞台，这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望。我想用一首歌穿越时空与未来对话。8月12日，我为联合国和腾讯共同举办的2020青年联谊会演唱的主题曲《2030》，我想对你说，将在 QQ 音乐上线。当晚，我将现身2020青年联谊会现场，跟大家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话题。欢迎大家来 QQ 音乐听歌，并观看大会，关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，跟我一起用音乐对话未来。感谢一路陪伴我的 QQ 音乐。